听不了解你的吗？大家讨论的，一张不发的面，不会生意做久的人，我关到你会员的，来求我的人，是个多年对吧？
是不掉，咱他人甲头拢爱跟你闹嘛，不是不是无人知道我来因闹看，咱政府无效，你们甲伊作笑，政府刁难你们去堵人，拜拜腐败团人造反，政府刁难你们去堵人。拆掉吗？怎么拆？应该拆掉了。哎，不要了，双重不是古迹，还蛮好看的。现在应该拆掉是核电厂，核电厂该不该拆？美丽湾该不该拆掉？邮政红海桥该不该拆？为什么它价可以涨价好几亿元？真的太没道理了。所以等一下。我喊美丽湾，大家喊猜猜猜；我喊核电厂，大家喊猜猜猜，好不好？